徐先生，把抢去的财产还给我们。喂。中国政府掠夺民权，掠夺民财，欺压百姓。徐先生，今儿我没人干啊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慢点来，悠着点啊，灶门上。徐先生。为您做主，买那本吧，天天制造冤假错案，心里发慌吧。干了缺德事儿，干了坏事儿，你心里慌不慌啊？徐先生，天天制造冤假错案，向美国政府撒谎，向美国政府撒谎，你心里慌不慌啊？把抢去的财产还给我们，中国政府。你跟妓女没什么区别，天天撒谎，啊，你还在这做大使临时代办，满脑子稀屎，能搞好中美关系吗？连妓女都不如，臭不要脸！天天戴个戒指，挡你们那个不要脸的脸。招鸭子，还要招鸭子。今天怎么低板？